广播剧。抽唔到啊！抽唔到啊！我都抽唔到啊！大只呢？一样啊，抽唔到啊！只农夫山泉有冇咁劲抽啊？贵咩？成70万人一齐争，同抽巨屋有得挥啊！超额认购成1100倍、啊，一睇就知冇寒啦，唉！估唔到，原来抽支水都咁难。唱翻只歌仔，下下气先。卖水卖果汁，农夫山泉就快上市，暗盘嬉戏。长白山千岛湖，马勒斯景致真优美。不过冷静落嚟，抽唔到，好事嚟嘅。系噶，虽然农夫山泉卖水系好好赚。去年賺成50億人仔添，但市盈率成50倍，貴咗啲喎。股神最中意嘅可口可樂，預測 P/E 28倍咋。就算係內地 A 股股王茅台啊，預測 P/E 都係46倍嘅啫。但系农夫山泉声称喺大陆有10个水源地，分布喺浙江千岛湖、广东万绿湖、湖北丹江口、新疆天山马勒斯、四川峨眉山、陕西太白山、吉林长白山、贵州武陵山、黑龙江大兴安岭、河北武陵山。喂喂，有暗盘价未啊？有啦，升成倍啊！喂，有间上市公司大手认购农夫山泉啊！边间公司啊？阿士特朗啊，创仔嚟噶。佢哋收市后出咗个通告，用咗成6球钱去抽只9633，最后仲中咗成800股咁多添。依家升到成个开，大喇喇赚咗成17000噶。赚17000都要出通告啊！洗费都唔见一截啦，可能佢想同股民股东开 Sam Share 呢？唔知佢哋会唔会派特别式回馈下股东呢？嘻嘻，你就想啊！人哋上半年业绩蚀咗41万，依家执翻10000蚊帮补下啫。切，都混吉嘅。拜。The next day。早晨啊，散户崩团，又要睇下农夫山泉啊！都抽唔到，睇乜啊？食下花生都好嘅，得翻50%喎，有咩启示先？上连登先，系咯 ？Oh my gosh！ 点解要上连登啊？有神谕，妈咪。咦咦，揾到啦！35蚊入咗农夫，应该如何布置？面神真系有入农夫山泉啊！仲要激动到打错字，部署啊嘛！妈咪，点可以笑大嘟嘟噶？你哋讲咩啊？点解我听唔明噶？大嘟嘟咪就系妈咪面包装纸上面嗰只蓝色公仔咯。妈咪。讲翻农夫山泉先，卖水劲过茅台，莫非系钻石能量水？咦，啱啱睇到农夫山泉呢几年都有唔少负面新闻、哦。系、哦，就喺2020年头，未经审批喺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入边施工打水，央视记者上去实地采访嘅时候，都被农夫山泉以不方便为理由拒绝啊。我知道我知道，千岛湖的水又被指不适合饮用，只适用于工业用水，所以冇抽到都未必是不好的。睇翻而家个价，距离暗盘最高5字头都仲有一段距离噶，交追咗咧就，哈哈哈哈哈哈哈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巧合，与实际人物、团体、组织及公司一概无关。